一名自殺炸彈殺手星期三襲擊了阿富汗南部克爾曼德省一個政府所在地，導致最少7人喪生，41人受傷。省政府發言人和地方首腦在今次的爆炸當中受傷，塔利班聲稱對襲擊事件負責。阿富汗部隊最近加緊打擊克爾曼德省的激進組織。